现在请江志明议员。主席，那么柯市长啊，他歧视女性，那么我想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哈，他各种对女性的不尊重，那对女性不尊重这样子的发言啊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，不绝于耳。那么柯市长甚至于啊，他还洋洋得意。我想这个就反映了、柯市长他做人修养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但是柯市长，你侮辱一个问政的市议员，你侮辱许淑华议员监督市政，其实这就是政治操作。而且你试图用这样子的操作来转移话题，来掩盖话题，甚至于用那种不雅的字眼干，这样子的话都说出口。我想柯市长你不要否认，这个被媒体录音录得非常的清楚，有这样子用这样子不雅的字眼，其实这反映了柯市长你个人啊这个修养问题，还有你民主基本的素养也出了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在做这样子市政报告之前，我认为对一个议员监督的议员的尊重，我们希望我们市府所有的官员们都要好好的反省跟检讨。尤其柯市长，我认为你今天等一下在做施政报告之前，你要正正式式的向我们许淑华说一声道歉，这样子你才可以开始施政报告。柯市长，希望你能够担这样的事情，好不好？